第一波哦，这背景真难看啊，有铁味，有实验器材，但是我们没关系，来，我们放到我们的里面去。第一波降温的，谢谢，因为我今天不跑的话，我根本不知道要买哪些器具。啊，对，好，来第二波。为什么感觉跟其他同学没有关系？他们下次要请他们做啊。他们应该看起来很棒。再倒倒的时候，你反正老师小量是没差。倒的时候要站在锅子的后面，才慢慢。有。很想帮你，可是这样不太干净。你想干嘛？你抓着这里啊。没关系，大的就是这个，再不。所以这肉盆的功用就是这样子做的，因为我昨天看到300块的肉盆，我截图到我们群组里面去。对，它的功能就是这样而已。哇，你看两个学弟各拿了一桶，很好用哦。这里啊，那如果最好是一次就把它漏完就解决了。对。OK。好 ，OK， 好，上去。哦，这个水比较冷，它好 ，OK， 那这个因为都干净了，就丢这边，我最后再来一次洗。好，然后呢，这边就算整个都大功告成了，对不对？就可以加糖，加珍珠液，加水就可以了。加糖加珍珠液蒸水，好，那今天没有，今天就当吃这个好不好？就直接这样吃。好，等我一下，等一下。糖液。那我们加黑糖液。老师，不是有黑糖加？泡一下。会好吃很多，老师好。